DIY 茶树抗菌洗手乳，将食盐2克和蒸馏水 57.5 克混合溶解，再加入液态奈米乙5克、椰油酰胺5克、椰子油起泡剂30克，搅拌均匀，最后加入茶树精油 0.5 克，搅拌均匀后装瓶即可。有淡淡的茶树香味，泡泡相当绵密，洗起来不会干涩哟，快来试试吧。